罗马大管家今天带大家看一下海湾往南开车十分钟的一个顶级白人社区，叫 Mission Viejo 的一套四房别墅，这套别墅售价110万，这是整个外景，别墅所在社区，这是一个白人社区，我们进去看一下。我们的客户应该挺喜欢这套别墅的，估计这周会下 offer， 门前有一棵树，很气派。这套房子上面的屋主是老美，保养得非常好，门很高大，进门一楼是地砖，左手边是一个会客厅，还有双壁炉，这里有一个壁炉，右手边是餐厅，真的房挑高非常高，楼梯在左边看到二楼，二楼有三个房间都很大，这里有一个书房，我们一会儿看，我们先看客厅和后院，这是主客厅，挑高的空间非常舒服，这是第二个壁炉，哇，后院是这套房子亮点，非常美，这是厨房，阳台也很大，这是家庭的餐桌，好，我们开门到后院看一下。这套房占地有7000尺，上面屋主保养非常好，后院打理的非常精致。这里有一个水井，放了一个户外的桌椅，这里的水井非常漂亮。我们去看一下，这里还有小路，看一下有一个烧烤炉，看看后面的景色，整个明泉围后有一个湖，是属于丘陵地带，后面可以看到整个社区非常美。反过来看一下这套房子，好，我们到二楼看一下二楼的主卧，主卧也很大。那到家里先走路，直接坐。我们上二楼看一下主卧。一楼还有个房间，我们快速看一眼，是一楼的卫生间，是通往车库的门。这是一个书房，也可以做成一个房间。书房窗外就是后院，还有一个小的储物空间。好，我们二楼看一下，上二楼是地毯，这地毯是升级过的地毯，很软很舒服。这套房费是210左右，二楼这空间是对着挑高的一楼，可以看到一楼的客厅，然后主卧的门是非常气派的，双开门，主卧空间很大，非常喜欢这个大窗户，早上起来就可以晒到太阳，看看窗外的景色，看看自家的院子，又是一个壁炉，有三个壁炉。这是主卧卫生间，浴缸和淋浴，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衣帽间，进去很深。好，这里还有两个房间，这是其中一个雅房，也很大，有衣帽间，然后这里是另外一个雅房，现在没有放家具，雅房外面是卫生间，很漂亮。